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爱喝咖啡。这次很荣幸可以拿到跑跑卡丁车漂移的测试会员，那我们就来玩看看它的计时赛。我就选它的最多人熟知的赛道——城镇高速公路。它操作应该是跟电脑版一样，高画质版本的卡丁车。哎呦！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，不过比较像那种C版本的。像车子开起来都好像那种一世代车，就是像 HT 那一世代的车子。哇，太近了，还是可以用。它那个距离我都抓不太好。需要玩一段时间才可以适应。完蛋！还是我车太大台，但我不知道怎么从哪里路飘。完蛋了，他撞到的时候会整个停顿。困宝有够可爱的。哇，这整个都是可以直接大改装欸。哇，这个兔兔车的加速器啊，好可爱！好了，我的角色就是这样。喂喂喂！一开始就撞人的。滑滑滑！我把它撞到会直接停下来。我靠，这不能撞墙哎，这撞墙会整个失控。哦，它不会因为你撞到就是侧面，你可以就是弹出去，它是直接给你停呢。我死掉了。哇靠！他直接给我弹出去，像弹簧一样啊！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他不会弹呢，他直接给你撞停了。他的物理效果真的是很奇怪。我靠！你有没有看到？这可能是测试阶段啦，因为我印象中他们的另一个测试版本，你连那个机器的那个机器条都看不清楚。我前面这个敌人啊，不是那个队友，还是敌人啊？他的颜色我分辨不太出来，他也是撞得整个稀巴烂的。
自己人了。借过，我没有撞到他吧？我好像是挡到他哎、欸。太快了啊，那一名队友。我马上哭哎、欸！哇，这画面真的很细致哎，好可爱哦，还蛮会跳舞。喂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一开始就乱撞人吗？他的碰撞机制真的是要再修正一下。哇，真的撞一下就是直接死。哇，杀到队友不？这里根本就是噩梦了。不要一直撞我，求你呀、啊！你是有什么毛病？这边要好好的飞，一起死掉。吃尾油，吃尾油。拜拜。这边放慢一点速度，就不会卡到了。然后这边慢慢的开，拜托拜托，哪一个小王八蛋？怎么玩个几场而已就遇到卡人的，奇怪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过我第一名哎、欸，我发现我能听到里面玩家在讲话、欸，这个他麦克风没关掉。哇靠！一开始就是这样子了，这是一团破风车，我一定要先杀出去，不然等一下就被撞跟鬼一样。你走人，拜托让我走。我靠，他们都是碰撞高手哎、欸，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。人不要打自己人，要杀其他人，要杀敌人啊！好像不能死压着前进，要适当的放开来。哇靠！这个碰撞真的是。弄遇一次骂一次的，哇，没碰好。感觉顿飞顿飞的、啊，真的有点顿顿的感觉。哇靠！他一直杀我，
我一直在撞他。接下来玩个道具赛，道具赛就是要配一个道具车。这什么？困宝还飞起来，好可爱哦！哇，不小心把第一名飞弹弄掉，这什么鬼啊？哦，乌云啊！我是没打到，是不是被他挡住了？哎、欸！超快！哎、欸！哇靠！你最后一刻被打的不要不要的。欸、哪有人这样子杀人啊？我靠！我直接被撞到很后面呢。不要一直撞我！哇，超准呢！故意放慢一点速度。超可爱。
我没开出去。我一直没吃到道具哦。哦，这是个人道具赛。哦，飞起来了。吃内线，放头，差一点。哇靠，有没有那么刚好啊？会不会生气耶？没攻击到人会生气。第一名，我就先玩到这边喽，完美的结束，第一名结束。